另外，有关海区的议题是为了记得向过路啊排水土堤是再度溃堤，超过十公顷的气温变成大海，打方向的鱼虾苗又搁走了了。迄本无几的渔民真生气，批评政府中建万半派。对此，今仔日关键总结时的时，议员跟蔡淑辉都强烈要求管府尽速修复。议员甘蔡淑辉表示，八月初溃堤时，气温内底鱼虾已经接近收成的阶段，结果大部分拢为缺口逃出外海，损失不少。想袂到，才打中心放养鱼虾苗，都又阁因为大涨潮、土地溃堤，接连两届灾害，财产损失惨重，渔民无计问苍天。为此，二十六号议会总结时，就强烈要求管府尽速修复。现在咱这个大海的物件，你嘛了解啊？这边物件，这边无做，当然是拢管的，拢管的这边。你看规条路，迄时来讲规条街，迄起起有看到真歹，惊迄有含人咧行，你就危险嘛。啊，所以这块地伊真正最辛苦的。你曾甲咱讲，你是做起起起用用着，但是无实际吼，你无赶紧来处理，咱这条路两年变起，变伊无效啊，吼。你那个堤防无了解点无啊？有那了了解啦吼，啊所以这条路因为阮嘛有开始去破坏的树啦，当天台风吼，啊目前叫工程会议伙伴的迄个目前条路还有，应该才有新补贴出来吼，啊应该在乎因为原则上都没有问题，啊你用新补方案所以，啊你改善的因为迄个灾害附近的部分所在是伊迄个在。水利处长沈宽同强调，过路啊排水土堤安全性无够的问题，县长相当重视，但是因为县府经费不足，只是向上级申报灾害抢修，目前已经拨下2500万修复经费，在发包了后将赶紧来修复。李议员跟蔡淑辉也要求水利处。应该伫工程业的动工进程，应该向在地民众召开说明会，听看卖啊渔民的意见甲建议。最新新闻，钟丽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